有一小段距离，领奖喽！快打他！打他啦！打他肩膀！打他肩膀！打他会喷到钻石。哦，原来他没告状是因为被制止了，了解。被制止了，有他来我聊天室了。哦，有有看到了。好好好。原来是被制止。哇，三个钻石哎，好赚哦！转分喽。那算了，哇！你知道当初这个任务我给过，是想说看有没有人会觉得不知道格数开始乱摔一直摔，结果你一次就过了，不好玩。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刚有讲啊，对啊，大家都知道。最近玩生存才又回去补习，补习又重温了一下。等一下，泱泱，你居然说这个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东西哦？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因为不是就是会怕就是摔死吗？不是啊，有些人想要经验卡。那泱泱，我是弄怪的时候才知道。在我们还没讲之前，泱泱你知道吗？对啊，之前有听别人讲。哇，你知道？那泱泱，请问安德是要几格高？才会摔到半滴血？等一下，我想一下。跑去不能 Google。是哎，杰克，快！哎，怎么打不死你？打三下，我能掉杆呢。安德我忘记了，之前做过。就说你怎么打三下没死？啊，掉杆呢。啊、钓竿呢、欸？钓竿呐、啊！哦，钓竿打他，在钓鱼吗？对啊，钓鱼，我是渔夫。嘿，耶！我收到两块肉了。哎呦，可以吃了！靠，又去拿肉了吗？对啊。他在我家旁边，有小老鹰要拿啊？谁啊？你家附近住老鹰，小心一点。上次有一大老鹰。1.14 的山猫到底可不可以驯服啊？山猫好像，山猫不行。有家猫出来之后，山猫就不行了吧？哦，真的，真的哈，因为有人跟我讲，只能去村庄了，是不是？对啊，只能靠村庄了。对，我记得是这样子啦。啊，所以村庄的猫才可以驯服。对，是，嗯，就家猫。现在的猫超可爱，花色好，可是花色变超多。对啊，睡觉你还它会跟到床上哎。那要去哪里找它？村庄，村庄，村庄，或是所有的村庄都有。女巫的那个小屋会有黑猫，嗯，哦，黑猫可以驯服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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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猫也可以。那我跟你讲，猫杀掉会喷两条线，然后一条线。哦，真的假的？真的啊，我杀了很多只。为什么啊？为什么啊？猫咪掉线很奇怪。就他们说，想象就是那个兔毛球还是什么？兔毛球啊啊！本性杀猫咪是因为那个吧？它会咬兔子。对啊。我经过的时候看到兔子肉跟兔子皮在地上，我就很生气啊！我就追着猫在打哎、欸。那你会不会追着狐狸打？我没遇到，遇到的话一定杀。害怕。而且狐狸还会留下那个嘴针，还自己咬在嘴巴。对，咬在嘴。哎、欸、你刚刚在吃？你刚刚在找这个吗？他帮你叼回来。这个吗？我又回来了。对啊。哦，我带野外宝箱找到11个毒马铃薯，赞啊！11个哦，沉那个废船吧还是什么？对，废船，对，那很容易拿到。哎，小鸟飞走了，有小鸟，有，你想听吗？我的鸟叫声啊，我的，哦，三叉戟耶，三叉戟出啊，你没有拿到，快回去找他。快回去找他！他在哪里了啦？斜线 B A C K， 太远了，他消失了。Back， 斜线 Back。那你过来，那你过来，来不及了，我要叫你西瓜喽，过来。消失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有啦。好好讲话。绿色的鸟。哦，绿色的鸟。没有，我回来了。OK。我要让鸟跳舞了。好，可以养小鸟，可以满血解任务了，任务解完了啦，人家解掉了。哎、欸，鸟不能繁殖哈？哦，不行吗？鸟不是可以吗？不行，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啊对，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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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抓一只哎、欸，啊，那只能再抓一只，要三，只好再抓了，好累哦，好远哦，你加油，累了，累了，每次都是快黄昏才抓到一只鸟。15分钟一只鸟哎、嗯哦，好像很快哎、欸，嗯，15分钟一只鸟，你为什么学僵尸叫啦？
是谁？鹦鹉啦，鹦鹉。我杀了你们哦！那可以学杰克吗？杀鸡呀！爽啦！飞机。那这个你示范一次，再丢，吓到了啊！这个太够专业，让专业的来。对啊，这个台怎么了？哦，这个可以。哎，今天是不是有点热啊？不会、啊，真的好冷、哦，超热，超冷多啊，好冷哦。是吗？今天热好多、哦，热爆。只有繁星在很冷。哇，他涂了那个区域跟我们是地区不太一样，嗯，感觉差了一个纬度，有没有？啊、哦，在这里，哔哔，哎呀，哔哔哔哔，是苦力怕僵尸那个、啊、告示牌好被劫走了、啊、哦，他去劫走了，然后就，哎、欸，什么垃圾？没有苦力怕。你怕僵尸的人、啊？嘿嘿，哎呦！我只是路过，刚好看到。那如果没人解就解。这个好硬哦！好，我解一下这个了。好 M 哦，这个好 M 哦，可以哦，知道吗？所以你对啊，今天这个好 M， 我喜欢这样的概念。有一侧的栏杆没放。啊？杆杆没放啊？杆杆没放？你问小雨啊，小雨一定有啊。你要多少跟他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小雨要花多少给你买皮革？什么皮革吗？皮革？我皮革好像没有很多哎、欸。哎、欸，我可以生皮革给你啊！我有养牛。哎呦，对啊、我有掠夺，我有掠夺刀子，给我掠夺刀刀。哎、欸，你怎么是熊猫的头啊？不是熊猫的头哦，对不起，你是等一下熊猫头、哦、你看到什么就可能以为是他戴铁头盔，很像戴铁头盔，只剩下鼻子跟眼睛是牛。那、啊、真的是蛮像的，盖起来都他剩下宝贝球的下半部啊，白白的耶。对，哇，这样真的是圈养起来。嗯，只有四个哎。我还在、oh, 我要再养一下、嗯、不然你等一下自己去拿那个。哎、刀子哦好。干嘛我不會，我虽然是乞丐但我不会偷人家东西好吗？乞丐不是强盗。我是有，对啊，我是乞丐不是强匪、欸、我是大盗、啊。走过头吗？他是有他的职业道德的。对啊，我是要让人家施舍，我不会去抢别的东西。要让人家主动拿给你。对。嗯，种子不能繁殖鹦鹉吧？只能驯服它，不是吗？对，驯服啊，对啊，我就记得没错是这样。是哪个东西？感谢俊宇，对，十颗星星。哎、欸，其实我觉得鹰架有一个小缺点哎、欸，嗯，你爬上去要在底下再加往上加高不行，你一定要爬下，一定要到最下面开始加，是吗？没有吧？不然要怎么在上面加？不是直接按右键吗？按右键，然后你侧面点它。对啊，侧面点它。你不是在点地板哦，你要点，你要点那一根柱子。你是好危险哦。哎、欸，你不能，那你就往外叠一格，然后站在那一格点那一、哦、那一点条就好了。对啊，因为我之前刚刚就想说要直接往上叠，超难的。呼吸。哎呀，又盖到外面了。哎呦！突然觉得剑有击退好烦啊！我不知道，我超讨厌击退的、欸。嗯，有时候击退很麻烦。我现在几乎都不顾击退跟燃烧。嗯，燃烧就不能打安德了。对，而且烧死不算掠夺。嗯。好，我们来试看那个好了。哪个？哪个？他的手链装没有说手链全套装吗？他没有讲啊。要穿一件也可以吧？哦，所以你只想穿一件，对不对？转喽，好啦好啦，去收集全套啦。你跟小雨借啊？哎、欸，你可以跟我借，你可以跟小雨租。有一颗钻石，给你一颗钻石。好，你太多苦力怕，你这好赚哦。出借服务，不借服务。哦，那还是我穿过的哦。嗯，对哦。啊，有没有洗过？哎、欸，你靠。没
我你是在嫌弃什么？我每天回家都有洗澡好吗？我回家一定要洗澡哎、欸，是一个干净的乞丐，对，干净的乞丐合理。OK， 我还没有盖桥，我回家还是要洗个澡才能回家。哎、欸，允月，你有酿造台吗？酿造台他自己有啊，他自己有，我有我有。我拿去杀云月的时候做一张灶台，有做出来。因为电感会不够啊。还是我去地狱玩？你跟我讲在哪里？你说碉堡。好，走。好诶、欸。又挖到钻石啦！哇！你是不是抽第二箱啊？你是那个乐器是运气全部集到那边来了。反正没有 UHC 啦，没关系。对啊，没了。有来有欢乐赛啦，有欢乐赛是吧？好像是明天，对不对？对啊，明天。对，欢乐赛随便玩啦、啊，不用运气啦，那不欢乐赛就重要啦。就是那种比较没有那种，就是需要弄很久很久，然后打架打一下下那种正式赛这样。嗯，对啊。看到重要的东西，先打一下安德。你要船吗？我有船。好，又死了。哎、欸，在哪里？哦，这里。身为一个乞丐，要带个地垫再哎、欸，出去这样。没掉了，好，掉了，没有掠夺就是会掉了。哎、欸，你背后还有啊？哦，哈哈，差太多了吧？好险有防爆！我没攻，乞丐没有攻。我有，乞丐没有攻。乞丐要死了！没事，还有一个安德，还有一个安德，我帮你看。哎、欸，还有安德，你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救我！打他！乞丐要被带走了！哇，可以！你怎么突然打掉？吓死人哦！打爆他！没有掉，刚好掉一颗吧？哎咻！好好好，所以你是要什么？安德珍珠啊！安德中介珍珠啦，安德的珍珠，安德珍珠，你说这有任务要收集那个，还是你想要去中介啊？啊，这个啊，那每个人送一个中介箱啊。嗯，哦，这个任务感觉好麻烦哦、啊，就还好啦，微麻烦啊，没有，因为安德不是说遇得到就遇得到，不是？是这样讲的。可以啊，但是你在晚上地狱之后地狱哦，对啊，地狱现在超多哎、欸。真的假的？真的可怕、啊，而且那个因为也人超多，有一个你知道之前好像很久以前不是有那个就是我们有那个直播的安家的生存竞赛，嗯哦，那个光是地狱有没有生安德，那个时候两派人马吵的超哦，对啊，那时候会吵架，真的凶到爆炸，哦又抓，之前就会生的啊，哎呀，现在是生一堆耶，超多，也没到一堆啦、嗯，我那时候玩的时候还没有。我觉得还蛮多、嗯，然后那个银幽野生超多，因为哦，银幽野就真的是很多啦，这不用讲。我有一次那个地狱门刚盖好一进去，然后直接生三只给我，吓死！好好哦，surprise， 好好，马上可以解成就哎、欸，没有我立马跑掉，以牙还牙，还牙，太可怕！我那时候身上没有弓，不用弓啊，拳头就可以啦。对啊，你跟他打棒球啊。三只狂挥啊，连打小天后哎、欸！你在怕什么？不是好吗？你们要注意村庄的那个吗？位置吗？哎、欸，有啊，好啊，打出来，这里有一个，打出来。哦，妈、啊，我找到一个废矿，我找到一个废矿。阿基，你的车尾灯嘞、欸？怎么不见了？啊，就一条路而已啊，也不会迷路啊。不是。我很拼命在追，我追不上。我突然变农夫了，因为他车速比较快啊。车速对，合理啊。我都饿了，等一下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阿基的车速哎、欸，你又不是不知道。好，跟着火把走。好。他、啊，你怎么回去？死回去哦。啊？怎么死回去？啊？你怎么回家？走回家。哦，是走回家还是死回家？都可以啊，可以回家就可以了，你开心就好。对，恐怖的，你是，沒事我是，你是帅哥。哦，哎、欸，真的很远呢、欸，超远、嗯。有人会想探废矿吗？
多高的？我会想要钻石。我是在11层找到。哦，十一层的感觉可以哦，可以啊。一个侠义，然后我又挖到钻石了。哇，太夸张了吧！你约会以后都说那个任务是什么，我才不要解嘞！我一堆钻石，钻石还有嘞，还这么解任务啊？挖钻石就好了，解了。这个是大富豪宣言。天哪，真的。真的好羡慕，还想说我又有28颗钻，我可以抽一次奖了，好夸张啊！好爽，好爽啊！等一下又给你锄头，这一次是给你那个锋利五锄头，生气我就把它丢地上，丢到别人家里面去。你看，快去捡！欸、你可以、欸、你可以当死神，很棒啊！我想捡啊，你怎么知道我想捡？哎、欸，猫不见了啦！村庄的猫真的是很傲娇。哎、欸，对，不好出哦。没有，刚有两只，可是我拿着鱼，然后他们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哎、欸，我跟你讲，你不要举着，你不要拿盾，你一路跟着追，边追边喂它吃，他们会吃。真的吗？对，因为我怕，那他們不見了，因为他们说一个村庄生十只猫就不会再生猫了。哦，真的假的？所以我就拼命要养猫，养十只我就可以开始养兔子了。Oh. 啊，然后我就一路追着猫嘛， oh. 然后猫就在我后面就狂顶右键，就直接用鱼塞到它嘴巴里面去，硬塞，对，用硬塞的方法，给我吃啊、哦，给我吃，吃下去啊、哦，吃下去，不见了，这可以打开洞跑吗？哎、欸，我请它吃鱼耶，虽然是用塞的啦，对，虽然是用塞的，救喵，救喵。吹吧，这个村庄的猫咪，我看到，哦，看到了，看到了，不要过来哦，不要叫，不要叫，乖，说谁不要叫，谁叫谁不要叫，你在干嘛？你叫谁不要叫？干嘛？喵姨啦，喵，你们在想什么？喵，喵，气死了，气死了，我这，换我，换我，换我，不要叫，不要叫。叫起来！我要叫他不要叫。哇，烫死了！又一个死啊！太烫了！对，火球杀死，竟然有这种烫。我们之前没有看过这种。快死了、啊！就是不是啊？被火球杀死，我怎么之前没有看过這種？是新的吗？有啊，以前就有了吧？真的假的？我一直都以前都只看到什么烧死啊，或者是 BD 有啦有啦。我居然第一次看到，你还有很多第一次没看过哎。小猫咪，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第一次看到，因为你看到它就直接跑了。对，都直接酸，先叫再说。对，我那时候真的是，然后立马回地原。对，猫都被我吓死了，一直逃。那我刚才叫声有符合到吗？哎呀呀呀！一直爆冲哎，救命啊！对不对？可以喂啊！我追不到他，他冲太快。你不要举盾，你不要举盾。我没有举，我没有举。你不要拿盾牌哦。好。没有没有，他到水里了，他到水里。那猫可能小时候被蜜蜂叮过，害怕。然后我追到了，我追到了。被不杀栅栏。那个声音是怎样了？那个声音是怎样了？不要你啊！正常发挥啊！哎，好奇怪哦！哎呀，活下来了！对，耶，活下来了！你怎么了？他泡岩浆，泡岩浆，手电装泡岩浆，活下来噻！活下来了，剩两颗心，恭喜你！恭喜！刚刚你还在废矿吗？没有，他在家里。没有，我回来了。我在家里吗？动蛮近的，因为是我自己挖的矿洞。我的手水设好了，恭喜你！那有没有其他猫？我知道峡谷是11，但废矿有点高一点点的感觉。繁星，我想要捡你的家里的羊毛。你要捡什么羊？你捡啊，去捡啊！你家里那时候刚好是很多种颜色，是不是？16种啊。哦，我只想要白色的。我猫要去睡觉了啦，要睡了。橘猫能够那么睡？不对，小雨，我这个任务才两颗钻石，要分你一颗钻石哎。哈哈哈哈哈！最左边，最左边，最左边，最左边。好，可以啦，你用生命换了一颗钻石回来。对啊，对啊，你的生命只值一颗钻石。按最里面箱子也有。箱箱在哪里？在哪里？哦，这里。那边，那边，那边，不，我要去矿坑了。哦，这个猫很胖，那个钻石捕捉东西好可怕，它一直躺在床上。我要给你这个，嗨，有什么？
虽然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我不要，我可以是干嘛？怕啊！我想说你不是，你可以给你建材。有人在追我。那个还有什么？还干嘛？先放箱子。对啊，你这样你以后就不用挖木头了。哎、欸，阿静，阿静，你好，嘿，女朋友哎、欸，女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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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你朋友，我今天讲话怎么这么不清楚啊？我今天讲话是特别不清楚，是不是 ？Maybe， 或许吧。Maybe， 你要去吗？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Go！ 还有人要去吗？废话，我在你这，我在，你怎么长这样？你怎么长这样？哎、欸，我要这样，你怎么长这样？我要我的头颅。你怎么长这样？不是，一瞬间很难看清楚，你顶什么东西啦？你顶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啦？我顶头上，你又想开车？顶什么？顶嘴吗？顶什么？还是你？我可以插嘴吗？那个头头，你干嘛 say to？ 我不要洗手，我要肌肉，我要肌肉，我没肌肉啦。你不是偷一批吗？没有，哪有才一两只？太嫌弃啊！太嫌弃的，两只而已。可疑的炖汤，喝吧。等下你这中毒白痴哦！这是我的矿洞。勺子，你看勺子放在水里，没办法，我不知道放哪里哦。你有没有灵魂沙？哎呦喂！哎、欸，我这里还是那个酿造台，我把它拆回家吗？放在这个上面可以拆、啊，可以拆、啊。哦、啊，这上面可以放吗？好耶，可以啊，可以啊。哪里放猫嘞？也没到很点。猫去哪里睡觉了？要不要帮你啊？啊，还是你？如果那个放不了的话，那你不是啦，我要酿那个治疗药水啊。啊，怎么又少一只猫？啊？哎、欸，对啊，这边对啊，这边或者是你这边一排啊，就看你养一种哦。拐错弯了，因为你不要水，你可以放，你放水，那就不需要捞勺子，你直接水放进去就好了。很远哦，就不用洗手了。我要去找吃的、欸。真的好远哦，我刚刚居然挖这么远，哈喽、哦。我知道了。哎、欸，这马铃薯都没有人收哎、欸，我来收一下好了。拿金锭哦。好，用幸运了，用幸运了。啊，幸运有差吗？有啊，有。哎、欸，那我有稿子。啊！哎、欸啊，那我的马铃薯田啊，我帮你，帮你收成。我们我要收，我只要来收而已，啊、我只会去拿红石。啊、没有，我跟你讲个好消息。我用股本，用股本，用股本，快快快！我跟你讲个好消息啦，完全没有毒马铃薯。哈哈哈哈哈！没有毒马铃薯啊，我们只是想要吃的而已。可以给我一点食物吗？哦，原来你是在解那个任务。我发现我身上没有食物。对，我想说我来做哦，没有老师。还是我变烤鸡了啦！你变烤鸡了，去吧，你下去吧。说你我的盾牌没拿出来，我叫你变烤鸡了。我想，我觉得烤老鹰啊，有要求，我刚被烧到。烤老鹰，烤老鹰，下去啦！不要老鹰啊！不要。这样子小老鹰就可以就可以比较有立足之地。烧、欸、死了，烧死了，烧死了。所以你是小老鹰的吗？我是小老鹰家。小老鹰家。小老鹰家什么概念？因为前几次杰克不在啊，他取代我的位置。有在用鹰架就我跟他。哦，还在讲这个，不然你在、欸、又在想什么了？不然你在想什么？没有，我在废矿，我没有办法思考。嗯，所以你刚刚在敷衍我的意思吗？哦，不是，因为我一个回声已经变成音架，我就你在讲什么？好多怪的声音，我的妈！好多怪，哇，好多怪的声音，你说他怪的声音，你说他怪，砍他！你更受挫了，砍他！我就在狂动，越来越受伤，我的天，对啊，太受伤了，干嘛这样？你才干嘛这样吧？哎，等一下，你把我羊毛全拿走哦！啊，那要拍心呐。没有啦，是因为我那个可能会用量有点大，我搞不好还要回馈去捡。那个用量有点大，来送你东西。你说你那个用量有点大，那你给我钻石之类的吧。我那个用量有点大。等一下啦，那你等我一下嘛，我等你死，我等你啊，等你用完。对，我身上没钻石，那我用黄金给你好了，虽然我不知道黄金对你。哇哦，你那个用量有点大。
你们父母我跑快一点，猫应该会跟着我。假如你们要复稿子的话，会用会做两把稿子吗？应该会瞬移吧？为什么做两把稿子？丝绸加幸运吗？没有，就是有一把幸运，但是没有，就是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哦。你说幸运等遇到要挖再挖，是不是？嗯，就只是想要把它用强一点，但是在想要用书本还是在做一。你如果有哦吓死了，有号的话，有号的话应该就那个吧，好你就可以两把叠吧。OK， 啊如果啊如果哎、欸、你怎么死了？啊你怎么死了？被射死。哈基，你是不是想要做什么坏东西啊？我没有要做坏东西，我在做一个黄金本，我在耕地，我要把你有荧光石啊！你给我揍！啊，你要什么？荧光石？这一滴血？哦，有，你可以去拿。在哪里？也太重了！不是，你知道刚刚任务有一个就是什么做什么陷阱，然后让别人踩的。啊！太重了吧！上一次是扮什么陷什么高的吗？对，在上面想到那个东西啊，我跟你下来。我是在拿东西。What the fuck？ 小东西啊！所以上一次是要防黄金圣斗士，这次要防那个哎、欸，防就是、要防陷阱达人哎、欸。对，好可怕。哎呦，哎呦，我想说两个都是同一个人是吗？对吧、啊？两个都是同一个人啊，所以我就说他是解任务狂魔。好可怕、哦！真的是写作没有，你们变做坏人嘞、欸？没有，你们啊。我们这些怪人，哇，这蛮怪人的，是谁怪啊？别说我们，你好意思？你好意思？哎呀，毒师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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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呀！啊！你叫的好难听啊！在学你啊！那个我是学哈基来的、欸，还是在学米奇？啊？怎么学那么像啊？哈基会这样叫啊？这样叫？我会怎样叫？你叫一次啊！我还有这样叫？有。我要把你每个这样叫的段落剪下來。哈哈。我剩半颗星。哈哈。啊？啊？哈哈，但是那个你怎么可以笑人家？哈哈，你好坏，坏了，快死了！我还找不到云月在哪里，他一个人跑不见了。好啊，我已经挖了两三组的那个钻石了，然后我已经走了两三组矿物矿脉啦，不是两哇两三组的矿脉钻石哇哇，你怎么你开外挂？对啊，你是没有抽啊，还是透？我开外挂。没有，他是开挂。哎 ，Case 瑞是不是二十颗而已？啊，你怎么死了？没有，我出去找我的猫，找我的马，找你的马，怎么盖啊？找你的马，我找不到、哦。而且我的猫咪也没回来，我死掉回来，我的猫咪没有跟回来。嗯，他不理你，哦、没捡到，可怜啊。可怜啊！我觉得你们可怜啊，可怜啊！山猪妈妈可怜，可怜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先把我的声音调小声一点。怎么了？有没有幸运的、啊？因为我在矿洞里乱走的时候，会有回音是不是？哦，不是，会什么啦？会有回音，当然很合理。你看啊！不是，因为旁边没有人，我会怕，好可怕哦。我会怕，好可怕、啊！不用怕、啊，就走，就怕了、啊，不用怕啊！你就不用怕啊！有怪的话就很可怕啊！不是啊，有怪就砍他，他会打我，打回去啊！打回去啊！不是，突然出现的东西很可怕、啊，打你就边叫边打他，没关系。啊！然后他就死了。对啊，吃火攻呢？哎呦 ，I'm so sorry。I'm so sorry。I'm so sorry。哎呦，阿娘回哦。我叫 I'm so sorry， I'm so sorry。哎呦，听到跑机的声音，我听到爆炸的声音。因为苦力怕苦力怕，我爆的，我爆的。Creeper 爆炸的，都没有啊。我的心脏要停止。那一颗，你的形状，我的心脏，什么都没有，半颗。好好的。不要又想歪啦！谁又跟你想歪啊？
都是优良品种。哎，木工哎，哦，木工。觉得我还是去外面去找那个废船好了。你已经放弃了吗？拼马铃薯对不对？对啊。